申命记第十八章一节，这是利未人甲利未全支派，都伫以色列中无分无业。因所食用的，就是献予耶和华的火祭，甲一切所管的。因伫兄弟中都无产业，耶和华是因的产业，照耶和华所应允因的。三节，这是对百姓所应该得到的分，就是安尼。囡仔献牛，还是羊做祭，得将前腿甲两个嘴皮甲刀互祭司。起头四位五谷、陈酒、甲油，甲起头蒸的油门，也得互伊。五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对你各支派中将伊拣出来，互伊甲伊的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徛伫四方。六节。利未人无论寄脚伫以色列中一堆一座城，那对遐出来专心愿意到耶和华所敬的所在，就要奉耶和华以神的名侍奉，亲像以正兄弟利未人徛伫伫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。除了以未做工的产业所得的以外，要得一份济物甲因同食。九节，你若到耶和华你神所赏赐的地，遐国民所行苦恶的事，你唔通学来行。恁中间唔通有人互惊而经过火，也唔通有占卜的、看命的、用法术的、行邪术的、画符的、做动机的、行魔术的、看梦的。十二节，囡仔行这些事的，拢是耶和华所厌恶的，因为遐国民行这个苦恶的事。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因对你的面前赶出，你就在耶和华你的神的面前做完全的人，因为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拢听从看命的甲占卜的论教你，耶和华你的神将来不准你安尼行。十五节，耶和华你的神要对恁兄弟中间，甲你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我，恁就听从伊。照你伫何烈山大会日子，求耶和华你神一切话讲，求你无阁予我听起耶和华我神的声音，也无阁予我看起这个大会，免得我死亡。十七节，耶和华就对我讲，因所讲的是，我要伫因兄弟中间，甲因兴起一个先知，亲像你，我要将同讲的话传予伊，伊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。拢传予因，什么人无听伊奉我的名所讲的话，我要讨什么人的罪？二十节，闹先知自转托我的名，讲我所唔捌吩咐伊讲的话，还是奉别个神的名讲话，迄、那个先知就要致死。你的心若讲耶和华所唔捌吩咐的话，阮太会知呢？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讲话，所讲的若未成就，也未应验。这就是耶和华所唔捌吩咐的，是迄个先知自传讲的，你无得惊伊。